我老实讲，反而我在追剧的时候，来到第三季，我是越来越沉重，就是觉得好不容易跟前夫有一个破镜重圆的一个机会，觉得说有一个可以依靠肩膀又回来了。两位到底有没有看到你们破镜重圆啊？粉丝超期待的。我觉得应该会很多人来跟我抢前夫，太迷人，赵丽婷太迷人了，这个角色。好，每次在演过程当中都想说，哦，我爱上你，我好爱你，真的，我觉得，哦，就是一个。对了，他就是因为我记得有一场我们的回忆戏嘛，有一个摩托车差点撞到他，我就说我不会让，我未来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哦，但这句话其实你看，但是伤了他最深又是这个男人。那这个男人我必须强调一下，他是用身体去换情报的。我要再一次强调，强调了，他是有目的的。哦，精神没有出招。对。了解了，好的好的。第二季的结局是他很方正，是我觉得不只是方再坚强的无敌铁金刚钢铁女，我觉得任何人都承受不了的。所以我自己在看完你落海那个中枪的时候，我真的看的时候我喘大气，落泪嘛，你自己看的时候。其实好几度，很多很多，不只是自己我们两个部分的感情，其实还有包括每个事件在走的时候，我常常都会喘大气。我先跟大家稍微预告一下剧情，就是到第三季的时候可能会更沉重，可能故事每一个事件或什么就会更伤心一点啦。那希望大家有点做一点这样的心理准备。